们他在雷达，这是雷达，你看这有电视。哦，接收雷达的线路。哎，不，伊是侦测前方的雷达，它镜头加这个车距。可是这个也是镜头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这个，然后上面也有。有啊，上面黑色那一块中间有啊。哎，然后在上面那边还有一颗。哦，有顶管够坐用的。哎，加个两用嘛。加两用，啊加长。啊加一量。啊，佮包括这线，这有诶无诶？啊，这个是。这线真正有录音？有啊，伊迄个侦测雷达就是这里这台的。啊，伊把库尼啊，马上有啊，两侧啊。侦测雷达这里迄种内面。好的，我真正无法。这台车是比较科技的东西啊，你看，比较有线路。这应该无啦，是这啦。其实伊家内底拢有，它这里是整颗都是雷达。对啊，因为这是真正看有得啦。对啊，啊，这较看无，这其实你仔细看，伊也嘛像。对啊，这啊这块比较特别，是它是可以做轻微的防刮。你安尼甲刮？那是无要紧，无吧？那是无要紧啦，因为到到尾拍那就好啊。对啊，没有它轻微防刮之后，它24小时内会修复。什么叫？它这块是24小时内会修复。这我哪想捌伫对？我那时候捌伫地听过有这种功能的物件。诶，应该说外面的车贴有一种叫犀牛皮，它有自动修复功能。哦。那这个我们比较不一样，它是这整块就是自动修复。嗯。它不是人会自动修复这么神奇？啊，你若要较紧，你地吹风机也吹一下。轻微的刮伤啊，还有那种小跳，不要太严重的刮。